S 号、M 号、L 号都可以驾驭，而且这边不会很紧，它就是帮你做一个腰身领型啊，都跟你一般买的圆方领不太一样，这个是特别设计给大家的，而且是夏季的小短袖，所以小短袖相对夹口舒服、显瘦，然后整个有没有看到手臂的空间是非常纤细的。这边还打了两条线，就是要给大家收腰显瘦，不论是深还是浅，都会让你瘦瘦的。白色的话是夏天最实用的颜色，所以你不用想太多，白色就是一定要，而且它就是前后都很瘦。那紫色的话就是好气色好人缘嘛，好，然后它搭牛仔裤啊，像我这种杏色鱼尾裙啊，简单的裙裙都非常非常的好看。然后这边都有滚边，你不用担心很低，因为它根本完全掉不下来。黄色的部分我自己也很喜欢，因为它弹性非常的好，然后这边有两条车线，就帮你做了你看收腰显瘦，然后并且不拥挤。